嗨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王欣，我是十二莲花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位演员之一。在歌曲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子的一生，她在生活的爱情的阶段的成长。莲花这个角色呢，跟我所演过的有点不一样，她的路程，她的长大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。当我开始写《十二莲花》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想要记载这十二阶段他的那一生，就像歌里面《十二莲花》啊，每一段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故事在里面，千万别错过了。今年八月，《十二莲花》与您见面。八频道是电影《十二莲花》的指定宣传电视。